到我了，嗯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丽。对，我又来了，你知道，跟去年一样，我还是单身。其实我也单身太久了吧？我觉得自从做了这一行以后，对我的感情生活就可以说是雪上加霜。就是，我真的是不懂我为什么会单身这么久。我觉得很多男生可能都有点误会我了，他们就觉得我天天在台上讲段子，感觉很凶，好像很喜欢攻击男生，我是不是讨厌男生？没有，恰恰相反，我是因为喜欢你们才攻击你们的。真的，我太喜欢你们了。我喜欢你们喜欢到我都不忍心谈恋爱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众多的你们当中选出一个。我会想说，像男人这么美好的东西竟然还要选。你知道，男人不光美好还特别神秘，就是你永远也猜不透他那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一些什么。就是他明明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，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。就是你在这个台上看到很多过很奇形怪状的男演员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他们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想过说，我这个长相要是上电视的话，是不是得稍微整整容啊？没有。过来，过来，把头低了下来。